Later。 你在干啥？不是那你带着行李箱干哈？你出来打工了呀？老板刚刚不是在群里说了吗？啊，断舍离，咱俩的机会来了。我倒呀，但是你带个行李箱去，未免有点太夸张吗？不夸张呀，我感觉一个箱子装不下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机会又来了，省钱的机会又来了，知道吧？终于来了啊！今天你妈妈要断舍离，你说我带这个干啥？哦，走走走，快，咱先回家。你干嘛？走走走走，干干干干！红色的啊，这个不好吃吗？这个大肠、大回肠。老板刚刚给我发信息说他还等一会儿才能到，看一下冰箱有啥。咱今天晚上在这吃饭，你也不能不干活呀。好久没有做饭了，今天晚上呢再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南瓜，想不想吃大姨做的饭？想。想吃什么？好，我也好久没吃了。排骨炒土豆。排骨炒土豆可以，咱就冰箱有啥我们做啥，好吧？能做几个就做几个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你大姨的手艺我绝对相信。这是排骨，先给它焯一遍水。天在我身边，这个稀饭啊，在我们老家比较喜欢喝的稀饭。稀饭啊，和我说上一波狐狸，不是稀饭。真正的大厨回来了，阿拉妈，我给你切好了，你来炒了哈，给你拔下手，给你切个菜什么的。其他都弄好了，妈摸的话跟那个过来整。你这铁的把娃子吗？对，有趣的灵魂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感觉你这把娃子没有阿姨铁的好啊？你还没吃嘞，你我看卖相，我都感觉没有阿姨铁的好，你知道吧？想要圆的，我给你铁个圆的，有什么？感觉是有了，但是我感觉那造型有点不造气啊。这一个成新鲜，这个锅买的真好。你锅，哇塞！嗯，闻到香了。来给你看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不是可以？果不错，果不错。你们娘这个大猪铁的好，整的好，火候把握的非常好，就不能夸夸我？夸夸你，夸夸你妈。这个粑粑的是我们这边的特色，对，绝绝子。别烫了哈，兄弟别烫了，赶紧收拾啊。你不能咱吃点去啊。哎，老板，给我绑一下，我给你系上。奶奶都该脱了，你怎么也不该脱啊？我，你想让我改啥呢？我咋改？叫习惯了，叫十几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南瓜不敢哭，那以为没办法。南瓜一喊舅妈，人家就问他你舅是谁？你不是给他找恶心吗？找尴尬。我希望你不敢哭，一辈子老妈。但是他叫老妈，那老妈有婆家有娘家，人家以为老娘家老妈嘞。开玩笑，阿姨上我感觉你应该这样讲嘛，好歹都是子女。我房子拿你当子媳妇，哎，以后就当闺女的，别子媳妇了，你现在有子媳妇了，哎，干闺女，不是我了，我子媳妇了，我子媳妇，我现在还没见过子媳妇，我现在不认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碰见现在，装了一整箱，还有一袋子。丽云现在开车把我送到地铁口，好，走走走，谢谢谢谢。我现在在坐最后一站鸭梨冲，到了鸭梨冲之后呢，我就还有20多分钟的路程才能到家。看一下，外面已经下大雨了，给这两箱衣服搞回来，累死了。你看这泥巴拖的，给他们拖回来了。今天丽云断舍离，又整了两大箱，省了一大笔钱。就不给你们试了哈，等有空的时候给你们拍一个试穿的一个视频。我现在已经累得不行了，洗个澡，赶紧睡觉，不能熬夜。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给菜菜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强力推荐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